大哥，你这见者有份，你送我一个呗。轮值拍背，这里哪有你说话的份？够了，为了这么两个破东西，兄弟情分都标了。大哥，我们被骗了。龟儿子，豪杰，不好！好大一家，不讲究啊！赔礼赔个假太岁。害得我们兄弟三人差点反目成仇。小手不错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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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务之急，我们先想想怎么救无名。我有办法了，快！什么办法？美人计。什么计？凭我的姿色，我觉得那几个土匪一定把持不住。你以后再出这种馊主意，就别让我做师傅。哎，哦，这手法真不错。去，今天不行。这一次是我们好大家镖局做的不对，在这里小女子给大家道歉了。大哥，你雅兴啊？哎，我酒好。刘烨，无名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儿。怎么样？我把他们都迷晕了，你们直接拉去报官就行了。我找了你一整天，你知道吗？对不起，我下次不敢。没有下次了。你要是再敢擅自行动，我饶不了你，明白吗？这样就不用了，我姐妈很安全。